你就这么代表政府了？啊，尊严何在？您还想要尊严？狗屁！当官的把日本人当爹，把我们当孙子，狗屁活我们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如回家种地呢。 长官，这儿不让进。哟，你知道我是谁啊？您不是高督办吗？我这么低调都被你给认出来了。都认出我是高督办了，你不让我进，疯了！上方的命令，只管重任，不管日本人，您也别管这些。只管什么？只管中国人，不管日本人？谁说的？上方的命令。上面是谁啊？把名字告诉我，谁呀？日本人在这闹事儿，你不管。 管我？嗯，我可不敢乱说。这日本人我们真惹不起，您还是先回吧。千万别得罪日本人呀，小心警察给你抓起来。这些政府官员呀，在日本人面前跟狗一样。就是，要是黑渊盟在这就好了，好好的教训教训这帮可恶的小鬼子。不为难你，有点出息好吗？ 你什么给相机？放手！美丽不许拍照。我是记者，为什么不能拍照？但是这里不可以。好，那你先回答我，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打我们中国官员？打你们怎么了？啊！美丽！ 不好了，小日本闹事，咱们的人被困住了。谁被困住了？日本人开攻击大会，打伤了政府局调研的官员，还侮辱了两名女记者，真是太他妈欺负人了！咱们一起灭了这帮狗娘养的！他奶奶的，这小日本还翻了天了！李成，集合队伍，走！走！怎么下去啊？这种事啊，交给警察局，啊，侦探队跟着瞎掺和什么呀？队长不在，兄弟们，你们都是军人。 没有命令，不准擅自行动，这还用我提醒你们吗？洪涛，你带上奕晨还有小葵去把咱们的人接出去，其余的人都散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奕晨，跟我走，走。 对不起，全部的人都过来！对不起，拍够了吗？
赶紧走。这是通往侦察队的暗道，快走吧。你放心，这条暗道我会替你保密的。谢谢，谢谢。参谋长，参谋长，怎么又冒出个黑旋风？他到底是谁啊？真的搞不清楚。参谋长，像一阵风，在那么多人眼皮底下，一下子就不见了，也真他娘的邪门了吧？黑旋风大闹名流俱乐部的时候，高凌风在干什么？高凌风不在啊，洪涛说他一个人出去的，我出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。那这段时间他会去哪儿呢？日本人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以他高凌风的性格，他会置身事外吗？参谋长，那您的意思是？这个黑旋风来的真是时候，好像是专门给沈兰兰和侦探队的人解围的，真是巧合。没错，参谋长，就像您说的，的确太巧了。听说那个黑旋风挨了安藤健男一刀，我倒要看看这一刀到底砍在谁的身上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黑旋风的标志。这个就是黑旋风的标志。嗯，在我们家乡，黑旋风是个英雄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
爸爸。哎，坐。佳丹，你今天干得不错，只可惜还是让那个家伙跑了。爸爸，黑旋风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总和我们作对？他把脸遮起来不肯示人，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熟人。你现在看见了吧？林宜城的反日势力越来越猖獗了，我们要尽快扩大自己的阵营才好啊。高林峰，你和他谈得怎么样？谈过。不过当年是我中断了联系，看得出他在怨我。他在怨你是好事，要是他心里还有你。高林峰是个特立独行的人，我怕左右不了他。凡是有个性的人，往往更重感情，所以你的眼泪对高林峰来说，或许比钢刀更锋利，比子弹更有杀伤力啊。您的意思是想让我用感情的力量把他拉过来？只有让高林峰加入帝国的阵营，你们才有可能在一起。我愿意按照您的要求去做。怎么了，参谋长？您怎么来了？这么丰盛、啊，大哥，给你补充营养，顺便犒劳犒劳你。嗯，行。你刚受了伤，不能喝酒啊。你懂什么呀？我也懒得跟你解释了，去给我拿一杯子，快。高队长，少喝点。高队长，哎哎，在呢，参谋长来了。嗯。啊，参谋长，你来的刚好，看看这一桌子丰盛的菜，来坐。外面都乱成一锅粥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大吃大喝呢，是吧？外边乱是外边乱，警察局会管的。我当然要庆祝一下了，钱胜京没有一枪把我给啪，我大难不死，难道你不是来为了庆祝我大难不死吗？刚才去哪儿了？你是来审问我的吗？黑旋风在名流俱乐部闹事伤人，我担心你搅不进去，随便问。啊，来，喝杯酒，喝完酒咱们再聊。啊，队长别喝了。去哪儿了？酒劲儿真大。哼，早听说高队长是海量，不会喝了这点酒，就把刚才去哪儿都忘了吧？哦，对，去哪儿？我去哪儿？你们认为我去哪儿了？队长，你真去名流俱乐部了？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认为我去了名流俱乐部呢？去那儿干嘛？别跟我兜圈子好不好？干嘛那么严肃啊？来，再喝一杯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你的墨镜。
哎，红刀，我的警察，这宝贝儿怎么不在你身上，在人家那儿呢？啊，杜晓彤送来的，说你落他们后台了。我是吗？哎，小心一点啊！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参谋长，我就是去约了个情人，这不已经说了吗？难道这也需要向你汇报？会个情人要吞吞吐吐的。参谋长，我如果再上了头版头条呢？再给我来一个什么桃色新闻，我受得了吗？我怕。林峰啊，西关的结案还没有破，黑旋风呢又来添乱，侦探队的任务非常重啊。也沉迷于景色，误了正事。振作一点。不喝点二锅吗？少喝点儿。参谋长，我送你。队长，你少喝点儿，小心肝啊。大哥，没事吧？真重。这么丰盛的菜。不能浪费了，谢谢。八哥，大日本帝国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哎，经理，也许我们可以以日本侨胞商会，还有我们商会的名义，一起向林一城政府提出控诉，要求他们全力搜捕黑旋风，而且并对我们的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失提出赔偿。在我们的重压之下，也许他们可以全力搜捕黑旋风，这样他就跑不了了。你竟然相信那些中国人，笨蛋！中国人统统不可靠。自从晚清王朝覆灭以来，中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内战之中。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谁是最危险的敌人，他们就会放下仇恨，把注意力集中起来，那才可怕。那我们现在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收集证据，把肇事者告上法庭。没有打官司，可是没有被告，而且黑旋风神出鬼没的，找不到他怎么办？黑旋风神出鬼没，他也许就在我们身边。想让谁当这个被告，得我们说了算。动动你的脑子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把受害者的角色扮演好，通过打官司，争取更多的社会关注和舆论同情。然后运用这个筹码跟中国行政当局求取更高的利益，懂吗？明白。去办。林峰。Thank you.
林峰，昨天我和沈兰兰闹得有点不太愉快，我怕你有什么误会，过来跟你解释一下。都叫我林峰了，看来真的不是很愉快。刚好我有点事想问你。佳代，你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呢？医生啊，我是个医生，做医生该做的事儿。医生也会打空手道吗？打得还那么好，什么时候学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空手道。空手道。那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没怎么，我就是觉得你有很多事情瞒着我，对吧？我没有想要瞒着你什么。我改姓安藤，是因为我认了安藤正树为我的义父。其实我也是想要报答惠子姐姐对我的救命之恩。义父对我恩重如山，他想让我做日本人的妻子，为国家做事。无法拒绝他的要求。我也是孤儿，我特别理解你对老安藤的那种感情，但是感情不等于盲目的服从，做事情要有底线。你最近是不是正在研究一种很致命的病菌？你知道这个研究出来以后会有多严重的后果吗？我只知道我现在在做的是我父亲生前未完成的一项科研项目，我想要继续他的事业，因为这是我对他老人家最好的思念方式。林峰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样想我。我是个医生，是一个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医生，在风声域的工作就可以证明这一点。之恨，你怎么可以因为他的片面之词就去质疑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？沈兰兰就是我的朋友，没有夺爱之恨。那他哪来的对我那么大的敌意？看来空手道练的真的是不错。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安藤健男是不是对我也叫夺爱之恨？幸辉，自从我们两个重逢之后，我更加的确定你就是我心里面的那个唯一。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，我永远都不可能做出对不起你的事儿。我一直只把安藤健男当成我的哥哥，我会和他解释清楚的。那老安藤呢？他是我的爸爸，他爱我，他会尊重我的选择。沈兰兰，
怎么，不跟着我了？我有必要跟踪你吗？那上去吧，他在上面。别低估了高凌风，你不会得逞的。好啊，那就试试看。跟我比，你还不够资格。那没吃饭，吃不下呀。多香啊，怎么吃不下呢？哎，你们都说杨石榴杀人不眨眼，那咋对我这么客气呢？嗯，他看上你了呗。我有这么帅吗？那当然了，现在整个山寨都可传遍了，说是二姑娘感动了上天，又给他送来一小林子。志鹏哥，用不了多久你就要成为我们山寨二姑爷了，滚一边去！那也得看我同不同意呢。我说志鹏哥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说你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的，你那胳膊也拧不过人大腿去。再说了，你可千万别惹这个二姑娘，她杀人可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可怕。不是他这么刁蛮，就没有人管他吗？你不知道，现在整个山寨都是杨虎威当家。这个杨虎威呢，他最听杨石榴的话。你知道为啥吧？为啥？那是因为啊，在整个山寨里面，数他最有心计了。就连那老当家呀，申祭祖都对他另眼看待呢。那要这么说。能治他的人也只有我了。那当然了。哎，这干啥呀？二姑娘找你。不是，怎么又捆我呀？那谁知道呢？走吧。哎，诸位大哥，我和小弟呢，从小就是卖艺为生，到处呢受人欺负。这一次啊，多亏了诸位大哥的出手相助，我们两个呢才能够免遭劫难。有这么件事儿，娟子。我想弄一台戏。杜鹃义不容辞，什么时候演出？您一句话的事儿。哎，但是呢，得说清楚了。我这个演出的地方比较特别，观众呢比较特殊。哎呀，高大哥，到时候我们只负责演出，管他台下人什么人看呢？总不会是演给土匪看吧？说对了，就是演给土匪看。地点就是在仙石山上，演给仙石山的土匪看。真的？对。娟姐，小彤，是这样，山上的匪首崔富贵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我们打算假扮祝寿的杂技班，上山侦查一下，到时候班子你们搭，戏咱们一起唱，怎么样？承蒙各位大哥看得起，怎么办？你们说了算。我们一般的。为了剿匪出一份力量，万死不辞。爽快，爽快。嗯，你看，杜小姐不，娟子，就是这么爽快。我们一起，来来，敬你们一下。来，喝。军部给我们下达了最新的命令，是要遏制西方在华势力的扩张，而重点就是煤炭，因为在临沂及周边地区的地下。有丰富的高热值煤炭资源，那是国内制铁业的主。
高队长，我想跟你谈谈。队长真是走桃花运了啊，这么多漂亮女人找他。你小子懂什么是桃花运呢？走走走走走。为什么老能碰见？哎，为什么？安藤加代，说什么话你都信，我说什么话你都不听呢？安藤加代，我认为我比你更了解他，所以我真的不希望你在我面前再说他这个或者那个。那你知道他去林荫城大饭店是干什么的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那我必须得告诉你，他是拿着风神玉人体病变标本。交给关东军细菌专家。哼，我就知道你不信，所以我今天把证据拿来了。这是我在博爱医院拍到的，你好好看看。我本来是想截住这些东西的。结果，人却被你放走了。你去接，你不怕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他又不可能大白天的害人。现在证据你也看了，那你信了吗？说完了。说完了呀。你说完了，我也听明白了。证据我也看了，但是信不信，那是我的事。但是我要谢谢你，高凌风，你别在这儿跟我较劲儿。你不傻，你心里太清楚安藤加代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做了什么。你是一个军人，你要站稳自己的立场，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我要说的话全说完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那第三个条件呢？我们的中方代理人到底选谁？是鲁章奎、白龙飞，还是高林峰？
让我来说一下计划。哎，师长，我代表安藤正树经理敬阁下一杯。呀，据我所知，为了赎回前两天被劫的货物，安青帮正在和仙石山讨价还价。您觉得这算是勾结土匪吗？别兜圈子了，扶我上台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是保证我安藤洋行的利益。区区一个安藤洋行值得你们这么费心吗？那您说是为了什么？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早就听说日本方面对我们灵夷地下的煤炭资源感兴趣，近来资本雄厚的中兴矿业插了一手，对你们的鲁家矿业构成了威胁。你们是想借土匪的力量赶走对手，取而代之，对吧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。走。知道。说吧，我早就想说了，那坛女儿红她真不是我偷喝的，是肘子他们不小心打碎，然后他们合起伙说是我偷的。谁问你这个了？那城门楼那小旗也不是我拔的，那风刮的呀。哦，你说大葱蘸酱那事儿是吧？那是我蘸完酱确实忘盖盖了，那一坛大酱全都糟蹋了。我是问你想好怎么死了吗？想好了，我觉得你就应该放我下山，让我自生自灭。滚边去！你踏踏实实在山寨给我待着，我怕你活着出不去都。放心，我没那么想。你就不怕别人会杀你吗？除了你想杀我，还有别人吗？好，你不是想走吗？偏不让你走。你不是想死吗？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你。哪儿来的？